大家好，我是伍秋峰啊。今天要继续我们的城堡建筑师啊。盖到哪里了？盖成这样了，我们三个礼拜盖这样，怎么样？这是大门吗？对啊，大门。怎么样？刚刚我想到哈利波特、啊。真的吗？这样也不错哦、啊。感觉我盖得很不错，有哈利波特 feel， 哈利波特 feel 有没有？那个我今天先不盖大门了啦，也不延伸，也不干嘛了。我今天就是挖泥土、铺泥土，先把这个城墙都铺好再说好了。就先把这边里面的泥土铺一铺再说。而且我觉得这个大门，因为感觉没有很对称，很多人不喜欢，有没有？就是因为有秋嫂，我就留下来了，这么给我面子哦。因为这边是往这边延伸嘛，对不对？然后这边是往这边，感觉好像不是很好。什么？秋嫂的声音有点低是很正常的，因为她离麦比较远。那个她不重要了。对，我从来都不是重要的角色。那个我比较重要。我的气球嘞。总之她就这样的。那你今天出去干嘛？你今天在干嘛？跟朋友聊聊天啊，舒压一下我的压力。你就去跟朋友讲我的坏话。也没有讲你坏话，我有帮你辩解一下。辩解什么？你说的有听。辩解什么东西？辩解什么？你辩了什么？辩解你的不细心。我哪里不细心了？哪里不细心？哪里有不细心？所以我帮你辩解啊。哪有不细心？我最细心了。对对，丘比都知道我最细心了。丘比哪有知道你细心？他在瞪你，他不屑。我了不起，就是两三天帮他换一次尿盆而已。你已经好多天没帮他换了。那你怎么不趁现在去换一下？那你怎么不去帮阿猫换一下？阿猫我也有换啊。哎呦，你换过两次。我偶尔帮他换一下啊。你看，都爱万叹我有没有？安安呐、啊。我干嘛来找你来骂我？找你来骂我，气球呢？每次都找你来骂我，我哪有骂你？阿秋，骂你是我的人生目标。我活得好委屈哦。我不骂你，你还会心痒痒哎。你屁呀、啊！你有问题哦。一天不骂你都心痒痒。你有问题哦！你一天不骂我，你嘴贱吧？嘴巴会痒吗？你就不要做很多事情让我念啊，对不对？我做了什么事情？你把事情做好一点，我就不会念你啊。我做这么好，你在外面，你在跟朋友聊八卦的时候，阿秋在做什么？我怎么知道你在看综艺大玩家？综艺玩很大。哦，综艺玩很大。哪有？我有录影好不好？拍片、剪片。不然你当大家怎么看到有新的连载？那个是你昨天录好的齁。昨天录好，今天不用剪哦。嗯。你都当阿秋的影片是坐着就生出来的哦。对啊，比方说晚睡觉啊，就会被念啊，有没有？对啊。比方说都吃垃圾食物就会被念啊。我垃圾食物还不是你给我吃的？难怪，我都煮给你吃哎、欸。你常常买垃圾食物哦。你常常问我说要不要吃麦当劳，我都拒绝你。你常常不是买一些零食吗？嗯，家里的零食都你在吃，家里的零食都你买的啊。嗯，不是吗？我都买健康天然零食。什么东西说来听听？嗯，比如说有机的什么核桃干啊之类啊，有机谷物啊。哪有？我从来没吃过那些东西。啊、你昨天就喝吃蜂蜜，喝蜂蜜了不是吗？我只吃过你买的旺旺仙贝。才怪，那个明明就是。我才没有要买那个嘞！我没事买旺旺仙贝干嘛？麦当劳天天吃会很腻耶。嗯，会吗？还不错吃 啊。你一天吃一种。我有吃过很雷的麦当劳，那个麦香鸡的鱼好硬。是哦，炸太凶了。那你可以去。炸太久了、啊，感觉很硬啊，不好吃。那你可以去投诉啊。麦当劳这么雷。你可以去投诉他、啊。我又不常，你不是常常叫我不要常常去投诉。没有啊，我没有讲过这句话。有啊，上次我要投诉那个什么 IKEA， 你就说啊，不要了，不要了。我是觉得，就是你跟他吵，他也不会回应你什么，就是还生气，还是很生气啊。你想到就很生气哦、嗯，对不对？你应该要去享受，不是去生气。你看我对你多好。欸、今天我朋友买那 IKEA 的椅子，哎，结果呢？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摇摇椅。对。结果好用吗？不是，他说他有经过那个。
100公斤能测试，真的是可以耐重哦。100公斤的测试是不是？对啊，他有经过100公斤的测试哎。什么鬼东西、啊？超耐重哦。超耐重。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朋友有100公斤就对了？没有，是他的朋友，他朋友，我朋友的朋友。那个所谓的我朋友就是都是我，所以你有100公斤重。没有。你们都不知道秋嫂要把秋嫂抱起来，我有多吃力。怎样？很委屈哦。秋嫂那个有时候那个睡觉的时候一只腿过来哦，隔天起来肚子都会痛哎。都得内伤哎，大家知不知道？嗯，很委屈哎。你们都不知道齁，你好好盖啦，我盖得很，希望你这次 有一点进展。我很有进展啊，我每次都很有进展欸。那个我打算是把这里啦，这里不要往这边斜了，我想要这边斜过去，直接这一段就不要了，直接切过去了啦。我想要这样盖，因为这边就是当一个封面，这里整个就是我的封面，这样会感觉会好一点。所以不想要直接这样。为什么控制肚子？你解释一下。因为你的大腿一划过来的时候，就压到我的肚子，不是肚子痛，不然是什么痛？啊，因为我身高比较矮。对啊，不然要哪里痛？我怎么知道哪里痛？问你。对啊，问观众啊，不然是哪里痛？这样子会不会妨碍到你健？不会啊，反正我在盖这个的时候，我都在聊一些偶戏杀的东西。你都聊什么？翻车事件啊，类似啊，选举啊，对啊，对啊，都爱跟小朋友讲这些有的没的，然后小朋友就不爱听啊，对啊，小朋友就喜欢听你拉鸡赛而已，对不对？那我请你来拉鸡赛就好啦。不然以后那什么，明天那个乌帕有新活动啊，真的跟乌帕的新活动，以后把那个我可以去玩吗？把区域服可以啊，你可以去，我要躲起来。我跟你们一起躲。那个以后我把区域服收回来之后，我就跟你玩这个好了。我跟你玩这个，就是你进来帮我盖。真的？好不好？我一个人盖不完啊，不然他们都觉得我明年度也盖不出城堡来、欸。真的？真的啊，你就负责拆东西，我就负责盖。好啊，可以啊。好像可以，对不对？对不对？我有障碍。你那个被上一次被观众骂怕了是不是？没有啊，观众都对我很好。观众都说你盖的那是什么东西啊，不要再盖了，我的眼睛不行了。眼睛不行。是不是？你是不是被观众骂怕了，所以不敢盖了？观众都是那种嘛，又爱骂又爱看啊，对不对？我觉得他们都是这种心态啊，就是边骂还要边看，就是想要嘴你两句，有没有？秋风盖好了，拆掉。可以不要吗？可以啊，搞破坏。搞破坏，去拆那个原本的城堡。我想这今天是想要把这些泥土先铺一铺啦，然后要铺泥土，就是把这个地基垫高啊。嗯。对啊，把这个地基垫高一点。然后我想要在这个城堡四周围走一下，看一下这城堡的周围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当初怎么会选这个题材啊？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就盖久会让人想睡觉哎、欸。盖久很想睡觉。嗯。啊，那就是你不用心在建筑上啊。哎、欸，奇怪，你不是念什么室内设计的吗？对啊。对啊，那你竟然对这个盖房子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又不是建筑外观，我又不是建筑系的、嗯。你还在室内设计的那个地方上过班呢、欸。你是真正的业界人呢、欸？少来！你竟然对这个建筑物一点感觉都没有。有人期待我把你盖好了拆掉。嗯，这里好像有一个东西，是不是？哪个？这个是不是一个？又是一个那个、哦？一个雕像之类的吗？我有点看不太清楚哎、欸。大家有玩过这一个地图吗？这个吗？这里有没有很像一个雕像，对不对？嗯。不知道这里在干什么，我先走。我觉得应该要先把城堡的围墙先围出来一下，不然都没有一个区域。我先走一下，看一下，勘察一下好了。豆腐渣工程，地基都不完整，豆腐渣。建筑外观使用展找建筑系吧。嗯，对嘛，找建筑系吧。那我盖完之后，室内等你设计。
可是他也不会设计室内啊。谁说的？我现在在设计啊。哇，这个这边你不要有太多意见就好。这边有道路他城堡的道旁边道路哇，就到这里而已，这里又坍塌了。如果它坍塌，都有一些那个什么碎石子会掉落在这里。这也是那个。这里是城堡后门哦，后面的城堡的后面。这里面该不会也有东西吧？没有，都是石头而已。石头、泥土，它这个就有点像是掉落的石块啦。他们就是故意设计成掉落石块，这是一个城堡旧址啊。都是城堡外观。然后我们在这边走一圈，看一下。我从来也没有那个施工。你已经第四集了，你还不熟哦。第四集都没有在外观绕啊，都在盖那个城门而已。看了我都眼花。四集过去了，只盖城门而已，你就知道。四集过去了，什么都没有，进度很缓慢一人之力有限，你看我又是除草工，又是可以进来跟你玩哦。可以啊，又是拆除师，又是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来。这样是真的蛮累的。对啊，什么事情都我自己来，有没有？连打怪啊，皇家骑士团啊，那个收妖斩妖除魔啊，哪有一个不是我自己来的？那个除草啊，除草打树叶，有没有？收集材料，等一下。听起来很委屈。什么很委屈？是真的很委屈，不是听起来而已，是真的很委屈。你就爱玩哈？真的好不好？你看这个区域也很大，然后很多荒烟蔓草都没有处理，是不是？丘比，你能了解我的辛苦吗？丘比，他不能了解，他的人你那个想的都是罐罐。脑袋里想的都是罐罐。为什么白天还有那个啊？他们躲在树下。为什么你不开和平就好了？开和平干嘛？就没怪啦。啊，这太废了吧！我做不到。你就可以安心的那个。对啊，你看观众还有说，我还是盗墓者我还去墓园里面拿到这一个，有没有？手上拿到这一个。干嘛？这个死掉能复活哦。就是你死掉不会死。一直复活。没有用一次。所以你到现在还没死掉？我到现在还没死掉，对，没错，要死掉很不容易。我之前还被一大堆渡鱼追着跑很委屈明天是乌帕村哦。明天如果没错的话是乌帕村呐。对，可是乌帕村就是因为乌帕，你知道吗？乌帕一直伤透我的心。对啊，就是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乌帕内部就是一直闹不和，然后要一直打来打去，乌帕伤痛我的心，所以我就不太想再开乌帕村了。对，就直接找一些就是可以多人同乐的游戏，跟乌帕一起同乐就好了，对不对？也不需要开什么乌帕村了，是不是？所以你关掉了？没有啊，现在还开着啊，现在还可以进去啊。伺服器到现在都还开着只不过都没人在里面而已。有一阵子我不是玩很凶吗？小朋友放开学了吧，就没有时间在玩。这也是其中一个啦，另外一个就是限缩啊，就是因为全面开放的时候，大家就来搞破坏啊，就来乱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人家乱，就很奇怪。那既然大家要乱，我就限缩嘛，结果一限缩就没人要玩，对啊。哇，就是这样。那个有藤蔓的石头是什么？能干嘛？有藤蔓的石头就是青苔石，青苔石，就长青苔的石头。你想要创造？没有啊，我是生存就是如果你要有一些仿古的建物的话，其实就可以用这个青苔石，不错哦。怎么样？我把这个墙修一下好了，好不好？把这边没有，为什么刚刚看过去是紫色的？没有紫色的东西。有啊，你想太多了。还是灯光的关系？应该是吧，晚上的关系吗？因为晚上的关系，可能是吧。因为我怎么是一个很漂亮的紫色？我喜欢。你不喜欢其他颜色？我不喜欢，我喜欢灰色跟紫色。灰色啊，这就是灰色、可是你这个灰都没有建成，我不喜欢。什么还要有建成？对。你怎么要求这么多啊？再说一次，我们是生存模式不是创造模式。
创造模式当然可以随便拿东西出来，随便盖啊。问题不是啊，我们活的每一步都很艰辛的。嗯，哎，这个偷贼杂魔狼，无了解啦。偷贼杂魔狼，你哪会了解？我的悲哀，我的痛苦。嗯，你无了解。对不对？好了，把这个都吸回去。我想要把这个角度转一转。你看上一次建设的，这一次就拆掉了，浪费时间。对，没错，所以才会盖很久，所以才会被骂，所以进度才会如此缓慢，就是因为盖的盖一下可能就又拆掉，盖一下又拆掉。丘比你在干嘛啦？盖一下就被我拆掉，盖一下就被我拆掉，所以导致来来回回就花了很多时间。对啊，等一下我要把那个整个。你那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做这张地图的人有告诉你原本的城堡长什么样子吗？没有，都没有，自由发挥。没有，对啊，对啊，嗯、就是盖出你心目中长的城堡样。可以盖那个啊，霍德华兹堡是吗？霍德华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哦。嗯。办不到、啊。那个愿望不要许这么大，好不好？那个盖得像一般，盖得像城堡就行了，好不好？愿望不要许这么大，可不可以？盖得像个城堡就好了，好不好？像个城堡这样行不行？哎、欸，秋秋生存会继续拍吗？秋秋生存哦，想啊，不然哎、欸，好像你昨天直播讲过了。对啊，哎、欸，不然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啦。既然秋嫂就已经在这边了，而且秋嫂说她不喜欢叫秋嫂，那叫疯婆。为什么？因为你说你不喜欢叫秋嫂啊，改叫疯婆。我不要。秋嫂感觉很老气耶。哦，好哦。那个，他那个你是说什么？之后会请你一起跟我玩一些。就是秋秋生存嘛，就是录影的是这个嘛，另外一个就秋秋日常，好不好？秋秋日常是什么？就是我跟你玩，就是平常我们在录影的，就不要录影，就改成直播、啊，嗯，对不对？就变秋秋日常，怎么样？有没有兴趣？你有兴趣吗？可以吗？如果我有时间，对啊，就。就来直播，就可能就是每个礼拜。你看有人说好难听，我不要。那个当然难听啊，我随便乱叫的。你都喜欢把我叫得很难听。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秋秋生存嘛，就是改成直播的啊，因为我们不是也拍了很多吗？嗯，对不对？只是还没有剪而已。哎，没有石头在身上。你也知道我们拍很多嘛，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很多主题，把它剪一剪，硬是把它连载，然后就继续连载啊，也可以，怎么样？嗯、或是改叫什么？大家有想看吗？就是改成日常啊，就我们两个人在里面玩，秋秋日常，怎么样？叫丘比，丘比已经有人叫了，叫丘比，我不解。疯子，好好笑哦！这是哪里啊？这是城堡啊！嗯、我现在还在猜，把上一次……哎、欸，为什么不做用那个花岗岩呢、啊？因为没有这么多花岗岩呢、啊。哦，你开创造啊！你在说什么？那干脆说你不要玩了、啊，好不好？干嘛这么辛苦，对不对？你不要玩好了、啊。花岗岩地底下超多的。有啊，我有。我每次随便挖一挖就一大堆。还是要挖，那你来帮我挖，嗯，好不好？你来帮我挖。我觉得是可以继续，就是之后可以开那个啦，秋秋日常，对不对？你觉得好不好？嗯。固定的直播节目。你不是有说有别的游戏要跟我玩生存？哦，其他的啊，其他的那就不是麦块了。对啊。我们可以开那个啊，那个秋秋日常，不过要等城堡建筑师盖完。哦，那可能有段时间嘞，可能是明年过后。有这么久吗？一二三，我看一下对面的这个，我想要盖左右对称。一二三四，四格，
一二三四，这里四格转过去。有得等，应该不会很久吧？哦，丘比，你指甲用到好痛哦！丘比这么坏哦？嗯。一二三四，丘比真是没良心哎！你天天喂他吃罐罐，他这样对你，都白吃了。对啊，都白吃了。夹这么多东西给。嗯。他躺在我后面了。讲这么吃这么多都是假的。叫比比就好了啊。对啊，可是你们也会叫比比啊。我就觉得秋冬不喜欢你们叫我比比，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比比是我叫的，不是你们叫的啊。对不对？比比是你们叫的吗？比比是你们的，你们觉得很奇怪吗？这里有管理员哦。有啊，有一些管理员。对啊，比比是我在叫的啊，不是等你们叫的啊，所以会觉得很奇怪啊。把这个拆掉，快要拆完了。又晚上。对啊，哇哎、欸，我跟你说，我昨天自己玩麦块，结果呢？然后我自己玩到快睡着。为什么？因为一个人玩实在太无聊了。真的還假的？真的，我自己玩麦块已经玩了好几年了、欸。我真的玩到快睡着，都没人跟我对话。你都不想想，我中介龙之后玩的有多委屈，多悲催。一个人在默默的挖材料，默默的盖，悲催的日子，你能想象吗？你自己要玩，说多可怜就有多可怜，还不是为了。得管众管大的观众，管众管众是什么？管众是那个变法的那个叫管众。我这么委屈，你竟然在那边。哎、欸，如果你要改叫风姐，那不就叫风风生存哦？我不要，很难听呢、欸。对啊，秋风秋扫生存才叫秋秋生存呢、啊。好啦好啦，都可以啦，对不对？那不就叫风风生存？你要叫风风生存吗？风哥、风姐生存，不要，好难听哦！我光听我都不想叫啊，因为真的太难听了、啊。光听我都不想录了。对啊，我也是。这是什么烂东西啊？根本就听不下去啊！我觉得这个可以。好啦，城堡建筑师下了礼拜你来加入我、啊。他妥协了，对啊，他觉得秋嫂虽然不满意，但可以接受，对不对？是不是？好了，下礼拜可以陪你玩。对啊。如果没有回家的话。对啊，如果他没回家的话，他要回娘家。哪有回娘家？那是我家。你快要来我家了。那还是我家。那是你家没错啊，可是你爸、啊，你爸已经说要把你的床都搬出来。那个怎么秋嫂回去讨论说要结婚的第一件事情，他爸就是说，哎、欸，那你的床可以搬出去了，以后那个要得他那个他弟那个什么，就是秋嫂的弟弟也有生一个女儿，然后说要得那个女儿用，你的房间就是要得侄女用的，好不好？那个我的话，我要叫他什么外侄女，是叫外侄女吗？好像怪怪的，就叫名字就好啦，泡芙。叫外甥女，哪是外甥女？不然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实在太乱了，我也不知道。太乱了，对不对？你弟又没有娶两个老婆，在乱什么？对啊，他爸就说那个那间就可以直接得那个子女用了。然后那个。对，就来跟我哭哭说，哦，我没地方住了，我要来干嘛？我忽然忘记了啊，我要做火把。你可以认真一点吗？我很认真的，好不好？我要做火把了，没有火把用。我之前都不知道那样可以做火把、欸。什么？在身上就可以做了？哦，也是叫子女耶，他们讲的。对啊。夫妻一起叫。
不是叫孙女哦、喔，外孙女。是。不然，不是好不是乱叫。你说不是就不是。哎、欸，这混凝土怎么做的、啊？混凝土怎么做？嗯，我来教你，我来教你。那个麦块里面其实都有，它要在合成台做。嗯。你点合成台之后。为什么你这合成台那么特别？没有很特别啊，都一样啊。为什么跟我之前的不太一样？合成台啊，按下去。嗯啊，为什么你那个在上方？哪个在上方？选项啊。选项有时候会在上方啊。嗯。它还可以改啊。哎、欸，之前我记得在这里啊。版本不一样吧？哦、我玩的，我们现在玩的是 Win 十哎。哦。Win 十的版本就是长这样啊。嗯。我要找一下，因为它目前我不能做。好了，没关系，你先改。这里。这样做，啊，需要这么多东西啊！他要一个骨粉，譬如说这个是染料啦，这边可以放你需要的染料。嗯，它有很多种，然后这边要放沙子和那个砾石，就可以做出来了。嗯，对啊，蛮容易的啊，我觉得不难。哎、欸，那边低了一格，这里盖错了。你看，我就说你不专心吧，边讲话边盖，怎么会专心？那样子之后，你看。我把这边打掉之后，就是往两边这边延伸。那个、爱心有显示秋风图算追随吗？是吗？我不晓得哎、欸。这里啊，我想要这边延伸过去，延伸，然后这里延伸有没有就有对称的感觉？嗯，对啊，就是要对这种对称感觉。那个嘞？哪个？建筑物在哪里？什么建筑物？城堡啊！城堡还没盖啊，连城墙都还没盖完呢、欸。真的假的？真的啊！哦，你好混哦！我哪里混？我已经这么努力了，我从来没有一刻休息过哎、欸！我盖得这么认真，被人家讲混，实在没天良啊！嗯，我没有一刻有休息的、欸。啊！哦，外孙女才是，我没错，是秋嫂的弟弟的女儿，结婚生小孩。算外甥女，那就是外甥女啊！那我没记错啊。哪是？对啊，秋嫂的弟，是秋嫂弟弟的女儿结婚生小孩才算。秋嫂是不是你？你弟弟的女儿？对啊，结婚生小孩啊。哦，你弟弟。你可不可以每次看完再讲啊？你每次都不看清楚就开始做评论。哦，好好好，真的很讨人厌你。哦，好好好，我知道错了，好不好？你你很棒。你讲话就很累。你每一次都是还没有听完我讲的话就要骂我。哪有？我就很委屈。你就每次也没听完我说的话，然后就要自己乱猜。阿秋委屈。嗯。阿秋都在。对啊，兄弟就是直，姐妹就是生。哦哦哦哦。的女儿结婚。嗯，他是说孙子哎、欸，那个外侄女不是外孙女，他讲错了。我们在讨论的是那个你弟弟，你弟弟，你弟弟的女儿，我们要叫什么、欸？哎，我要叫他什么？你弟弟的女儿就叫泡芙就好，不要啰嗦。那我哥哥的儿子，你要叫什么？就叫什么？就叫岁寒哎、欸。岁寒。对啊。我又委屈了，你们现在才知道、喔，明明就没有错，明明就是你们搞错了。哎呦哎呦，我觉得应该叫外甥女没错吧？不是外孙，是外甥。好了，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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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有什么好重要的？没搞错，我们没有在讨论孙不孙的那一辈。是生，你不会去 Google？ 嗯，我现在在挖这个，怎么 Google？ 叫 Google 大神啊！你不是最喜欢 Google？ 不是啊，我现在 Google 一下， Google Google。我现在在直播哎、欸。哦。要怎么 Google？ 下直播可以那个啊。嗯，这时候当然就是问观众啊，观众看直播的人，在用电脑的就去 Google 啦，就不是我 Google 啊。我现在在直播，哪有办法 Google， 对不对？对嘛，直接叫名字就好啦。直接叫名字不那个不贴近呢、啊？没关系啦、嗯，小孩怎么会在意？感觉不亲呢、啊，没有人亲土亲。叫名字很亲啊。
叫我名字很不亲啊。不然你叫他阿福。叫他阿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对，八个。好，我们要讲求对称，有没有？城堡对称。一二三四五六，要七八了，七八。哎、欸。七八、啊。怎么了？很多小朋友在，不要骂脏话好不好。我哪有骂脏话？嗯，七八是脏话吗？就谐音啊。你干嘛霸凌我？我哪有霸凌你？你都八七我。哪有？嘿，丘比，这边好，这边可以。你好臭，嘴巴臭。丘比都吃一些不晓得什么东西，都你喂他的。丘、嗯、比都吃一些垃圾，吃垃圾大汉的。你都讲垃圾。哎，我今天本来是要那个哎、欸，那个挖泥土填泥土的哎、欸。嗯，这样啊，我要填泥土的，不要因为那个一些事情影响我们。嗯。对啊，我们要继续挖泥土填泥土。继续聊聊天。要是我在的话，我就可以帮你收集泥土，对不对？对啊，我就可以，你就可以一直挖，我就一直补。嗯。我就不需要，我就功就省一倍嘛。嗯。我就可以说，你去挖泥土。那可能你明年本来盖完的，瞬间可能下个月就盖完。真的吗？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早日秋秋生存呢、啊。嗯。好像不错哦，越早盖完就越早秋秋生存。越早盖完。对啊。就先盖一个我们的城堡，而且这就是类似秋秋生存那个什么前篇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很像？嗯，就很像那个。可是我觉得这边好乱，都没有村民。这里没有村民，对啊，没有村民，就只有一个人，感觉很可怜吗？嗯，你可以自己招那个村民啊，有僵尸村民，你自己救活他、啊。我不会。你不会可以上网啊 ，Google， 来 Google 大神，Google 大神会教你。而且这里也有牛啊，有猪有牛啊。哎呀，丘比想咬我，对不对？是不是？我就是工头带着一个工班、工兵、建筑师，怎么样？建筑师不是站在旁边赖凉就好，所以我就指挥你去做，好不好？我就站在这边，哎、欸，那个往那边多一格，你就是这样往那边多盖一格，然后往上盖，往上盖，然后就往上盖，往上盖。哎、欸，其实我觉得在这边最主要的是要怕饿死，常常觉得肚子好饿，动不动就一直吃，对不对？你不是弄很多那个吗？对啊，我一直都在吃西瓜，都吃不饱的感觉。还是西瓜本来就不容易饱，我在这边只能吃西瓜肚子了。你可以去杀猪啊！杀猪就还要繁衍猪啊！我们当然是打那种勉强能果腹、最容易吃的东西。那秋风多委屈。你可以开放大家进来帮你一起啊！哦，算了吧，轻松多了。嗯，那个乌怕伤痛我的心，还要再我解释一次吗？乌怕伤痛我的心。他伤透了我的心，我本来也很信任你们的，你们是怎么对我的？是你玻璃心吧？我好难过、哦。你们有长期有关注乌帕村的就知道，秋风是如何被伤透心的，动不动就说要放火烧村，动不动就说要搞破坏，密谋搞破坏，动不动就有人侵入伺服器，在那边倒岩浆。倒水，秋风好委屈哦！你们都不懂，吃垃圾、啊。你们都不懂，你们可能觉得什么密谋搞破坏很爽，可是秋风都伤痛在心里，有没有？不是我做的，没人说是你们做的、啊，是谁做的，他也不会承认呢、啊。说不定有密谋的人也在看直播啊。不要
别再说无法冲，我都想哭了。对啊，你看那些在乌帕村尽心尽力的人，他们的心血，一代一代先人留下来的心血，就这样被一一破坏了。嗯，好啦，大家不要难过啦，我会把那个乌帕村我看到好的建筑物吸收变成自己的，以后说不定就有可能出现在什么往后秋风的建筑物里面呢，融汇成秋风的元素，有没有？你们的养分就变成秋风的，秋风就盖出来。哎、欸，这草长蛮快的、欸，自从从这边长上来之后，有没有一阶一阶长上来？它本来是在这里，嗯、然后这样草这样慢慢的长上来。哎、欸，为什么你用那些泥土都不会掉下去啊？啊，泥土本来就不会掉下去啊。为什么你盖那些泥土可以边盖边走，然后不会掉下去？泥土本来就不会掉下去、啊。我每次盖一盖都会掉下去。啊，这是人的问题啊。为什么会掉下去啊？就觉得很 K 啊，可能我真的有点手残吧。我知道是太胖了。什么啊？人太胖，好好说话。是不是人太胖的关系？好好说话哦、啊、太好笑了、嗯、你会掉下去哦？不就直接一格一格跳上去而已吗？有时候要按键盘，我就会看一下键盘再按，就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准、我教你的固定手势，你都没有固定住，对不对？对。为什么不固定？而且我觉得太固定，我的手都有点就是定格在那里嘞。你知不知道 W 不要用？照理讲，按键盘来讲 ，W 是用无名指按嘛？可是我们习惯上会过来一格，就是 W 要用那个中指按。嗯。因为如果你以你正，而且我每次玩麦快手都会麻麻的，因为我太紧张了。啊。太紧张，嗯，紧张什么？就很怕被打死。玩麦块不是应该要很放松吗？我就觉得，哇，那你绝对不要来玩 UHC。我这样手麻是很容易中风啊。会啊，是啊，这都中风的前兆哎、嗯。你以后搞不好也会有那个心血管疾病。一定要被你气的。什么被我气的？我觉得我会被雾化门气到心血管疾病的。都要吃降血压的药，以后那个等我七老八十看乌帕门留言的时候，都要先吃降血压的药，再开看看留言，不然会脑中风哦。有没有可能？这里、啊，哎，又没泥土了，挖的泥土都不够多，我是不是应该去外面借一点泥土回来啊？那边很多啊。就这里吗？对面那座山也很多。我想说，铲一下自己家旁边的，就可以顺便清理，顺便补。你不觉得这就是一兼两顾？摸蛤蟆兼洗裤。哎、欸，翻成国语还不容易。我忽然觉得这个谚语念国语也没有很容易耶。是不是？对啊，我就想说可以顺便铲除一些城堡周围的这种掉落物啊。嗯。对啊，它旁边都会有一坨一坨的石头，石头上面有草、有泥土、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其实要处理掉也很麻烦的。我就花了很。要是开创造砍一下就没了。要不要不要玩了？要不要不玩了？开创造嘞，我们那个创造当然可以做到一样的东西啊。可是当观众发现你是开创造之后，他们就会面露不屑的神情，你知不知道？他们就会说：“开创造，我也会。”对啊，我也会开创造，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就会这种心态出现了。就觉得开创造很棒棒，就觉得没有啦，他们就觉得开创造什么事情都做得到，殊不知你就是做不到，对不对？就即便就像我开创造和秋嫂开创造一起来盖这个城堡，欸啊、为什么你不关台的时候收集素材？我关台的时候收集素材，那我是不是关台的时候也要花时间收集素材？我可以帮你啊。那我是不是也要花时间收集素材？那为什么你不说关台的时候开创造，把资源拿一拿放在箱子里，对不对？那就没有意义啦。
我们就是全程直播嘛，这一款有这一款这个地图就是直播地图嘛。你们为什么老是要教我做一些作弊的事情？阿雷没塞啦，人生没有什么地方都可以作弊的好不好？你虽然很多地方可以走后门，走后门靠人脉，可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这样做的好不好？脚踏实地一点，观众对于你们脚踏实地盖出来的东西会心生敬佩，为什么？因为他不会去做，没有人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他就会对你感到敬佩。对你感到敬佩的时候，他就会看你的影片，就会有一种崇拜的神情出来，就会觉得你盖得很棒。虽然你盖的可能只是普通而已，他就会觉得你说哦，还盖得不错哎，哦，生存能盖到这种境界，很厉害了。大概就这样。讲完了吗？哦，讲完了，怎么样？秋风兄。凶不凶懂了？你要讲什么？讲完了吗？讲完了，讲完了。你好吵、哦！什么吵屁？算了，拢互你讲，我卖讲好不好？拢互你讲。差死！拢互你讲，我拢卖讲。笑屁哦！拢互你讲啊 ！Why？我讲拢互你袂，互你袂爽诶，无爱讲啊，无爱讲啊。讲话啊！要你讲的时候又不讲，不想你讲话的时候拼命讲，这很奇怪诶、啊，矛盾我就说要等你讲了，你就不讲。嗯。好人那个什么，做到脑瓜，好人听到脑瓜，那个讲国语做到流汗。得人闲到嘴哦，这个好难，更难翻了，更难翻了。这么辛苦的在建设中，你就只会一直嘴，一直嘴。好了，我觉得盖的还不错哦。为什么你要一直骂我？你不觉得现在很好吗？打骂阿秋是我的乐趣。认真一点，认真，很认真啊。这是什么？隧道？没有啊，我在补泥土啊。为什么要补泥土？我不是说我在挖泥土补在这里，然后做中庭，嗯、就是这个水平面就上升了、啊，就是我的这里当水平面，这样常从城堡走进来，对不对？从城堡走进来，很有上来的感觉、啊。对啊，对啊，然后这个整个就是平面的，就是地基啊。嗯。对啊。哇，光是改地基就要花好多。其实当初的构想很多哎、欸，因为这个其实因为这边刚好高起来嘛，然后其实又下去就是一个土丘，我们在想说要不要把整个土丘都挖掉，结果后来就没有这样想了，就想说全部把它补起来这样。后来的想法是这样嘛。设计师有设计师的想法和理念，嗯、尊重专业。对对对，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的盖的时候在想些什么，你就比较能理解我为什么这么盖。那个是我临时搭建的小工头房，有没有？很临时就搭建了小小的工头房，在这边，那我可能就是要长期住这种小破屋，有没有？哎，怎么不见了？而且我常常在这里会听到怪在叫、欸，就在我的小工头房，有很多怪在叫。我没听到，刚刚有噜的声音，对，现在又有了。你哦，我没有放喇叭出来，所以没听到，那也是很正常的。这个城堡建筑师就是每个礼拜一啊，在 NoNo Life 频道。他说 UHC 啦。他说：“我现在讲像城堡建筑师嘛，慢慢讲。现在就是城堡建筑师，就是每个礼拜一在 NoNo Life 那个秋风的直播台就可以看到这个直播。那个其他的星期二 My Quiet Tuesday 行之有年嘛，对不对？那个目前就是第一个礼拜二就会。”玩 building game，
第二个礼拜二之前是乌霸村，之后再看看要玩什么。第三个礼拜二就是那个嘛，就是 UHC， 相信大家也知道。第四个礼拜二就是那个，也是一样，本来是乌帕村嘛，那现在又要改了，可能之后也一样找个机会跟乌帕同乐吧，搞不好去玩那个 Happy Show 啊，然后大家就去同一个房间，大家一起玩这样，类似这样吧，或是请人开服，然后用一个小地图之类的吧，都有可能啊。为什么要请人家开服？因为才能可以让大家都加入啊。你不行啊。我的电脑在直播在用，怎么开？对不对？毕竟开服要不累格，多人玩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累格嘛。对啊，我是觉得是这样啦，不累格比较重要，累格的话就没有办法一直玩了。目前的构想是这样啦，其实其他几个礼拜已经改换过好多次了，就是节目内容换过好几轮了，都没有一个什么很好的那个案子，就可以一直长期下去。不然一直换节目，其实大家也就是追得比较累，也不知道说什么啊。这礼拜第二个星期二也不知道干什么。我希望是固定下来啦，可以做一个比较长长久久的直播。对啊，大家也比较好追，所以那个城堡建筑师才没有在那个星期二里面，因为我想说城堡建筑师都已经要盖这么久了，如果我还在 Minecraft Tuesday 挑一个礼拜来盖城堡建筑师啊，要盖到民国归尼才会盖完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盖到天荒地老都盖不完啊，所以才想说哦，独立出来。35届会冠军吗？应该不知道吧，看吧，再看看，每一届会不会拿冠军？我也觉得我这一届不一定会拿冠军啊，就不小心拿个冠军，都是运气啦，所以运气这种事情很难说。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吧，你们讲的，就说你们会觉得说，哎，你们这么多人同盟打巧克力。那我只能说他就没有人和啊，他拿太多次冠军了，就我觉得会被同盟对打好像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呢、欸、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天时地利人和。对啊，刚好这一届又有那个叫什么，又开放哦，那个下一届就不会开放了，不会开放河豚了，就一届而已。河豚是什么？河豚很恐怖啊，有空你可以吃看看。河豚欸，对啊，是我们钓鱼的时候钓到的那个河豚。对对对对对对。那要干嘛？那有毒。你要吃吗？那有毒啊。你要试吃吗？不要。很好吃啊。是有毒。你可以，我们去现实生活中去吃看看好不好？去吃个河豚大餐。河豚万能是怎样？可以补满血哦。不会啊，它可以让人家扣满血。哦，血扣好扣满，类似这样子啦。哎，等一下，这里是不是盖错了？哦，没有，这是外墙。我想说这里怎么多出来一个，难怪看起来怪怪的。我们今天的目标还是要补那个啦，补土。我都每一次做一做就那个走，那不是啊，就跑去做其他事情了，都没有很专注在做同一件事情，所以感觉进度很缓慢，就像那个做一做又想要盖一盖围墙，有没有？我现在非泥土不挖了，好不好？不然这样子要搞太久了。现实中的河豚，你就要去找那个啊，合格的料理师傅啊，才能吃，不然真的会中毒啊，很危险。有些河豚是可以吃的河豚啊，不是所有河豚都有毒吧？对啊，不过听说河豚肉真的蛮好吃的。是哦。对啊，就是很薄哦，就是很嫩啊，很薄。我也没吃过，我也不知道。哎咻哎咻。说不定有观众吃过哦，
现在在挖泥土。阿丘城堡建筑师，哎，你看又在铲土，这就叫什么？嗯，铲土的哦。我现在是挖土机，就要铲土了哦，专门在铲土。其实要做的事情真的很多哎。对啊，他们我记得我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有跟那个观众们讨论说，哎，那个大概要玩多久才会玩盖完？然后我就说2019年落成，城堡落成。然后所有观众都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你还跟我说2020搞不好还有希望，20，因为每个月盖4次嘛，对不对？每一次盖2小时，所以就8小时嘛。对啊，一个月盖半小时，12个月大概算100个小时，好不好？他们说我100个小时盖不完呢、啊。对啊，100个小时。嗯，挖土机。建商兼营造厂。真的哎，还要整地，好惨哦。都没有说什么政府直接拨一块地给我，马路政府要盖啊，对外联络道路啊，这里也没高铁。你在大门盖了快1个月了，哎，盖就盖这个样子，就盖了1个月咯。没有啦，我还兼打扫这附近很多东西啊，不能这样子讲吧，是不是？秋风很辛苦，你们应该看得出来，秋风没有一刻偷懒的。我还兼打扫，那个兼除草。所以现实世界上都不打扫。我光扫麦块里面的，打扫麦块里面，打扫我的桌面，清理我的电脑，我已经很累了。现实就交给你好不好？现实就交给你了。嗯，好累哦。对啊，攻略杜鱼啊，攻略那个墓穴啊。欸，很累，真的很累的欸，不像那个大家想的一样很轻松，什么只有盖一个城门，没有好不好？除了这个城门，还是有处理很多很多事情的。那个剪出来的影片，大概可以剪个一个月，大概这一个月的影片大概可以剪个这样，那个3到4集吧。第一集可能会剪比较多东西，因为我有常常去搜其他东西，搜人，打一些人。然后后来那个上一次的直播应该剪不到一集，上一次的直播要并这一次的直播剪一集。因为剪不出一集，如果剪精华的话，因为上一次的直播也没在做什么。剪这个你应该会剪到睡着吧？剪这个，因为哦，剪这个其实不好剪，因为我一直在碎碎念嘛。对。它不像私下在录的这么好剪，私下在录的这时候就不会讲话啊。为什么会浮现邱小包饭团？为什么？我有包过饭团。没有，我也没吃过你包的饭团。你去买玉饭团给我吃，我就已经很感动了。还包饭团嘞，想都不用想。想都讲的一副你没吃过一样。我有吃过你煮的菜啊，我很满足，好不好？人要知足。你也知道。对，我从来没有不满足。不要再顶嘴了。我一直都很满足。其实这边补出来的比较好盖。这里，嗯，应该可以吧？这样会不会太窄啊？就只有一格，我看一下这里是几格，也是一格，还好，可以接受。这样走走走走走走走，嗯，不错。你看他们都有写，秋风包办的包罗万象，哎，杂七杂八，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做这么多事。你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叫什么？桶包。桶包工程。对，就是水木那个什么土木啊，清洁啊。哇，桶包这么累哦！可是桶包包下来之后，不是都包给下面的工程去做吗？那，没办法，就没人跟你一起玩啊。
哇，我都没有办法再发包出去哦。嗯、哇，桶包不赚，这个工程赔大了，赔很大哎、欸。上一次的直播真的没有办法剪很多东西啊。如果以剪片来讲的话，而且如果私下剪片还好，因为私下剪片你玩两小时，你可能讲话的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所以也只要看那十分钟的片段到底有没有要留或是要剪掉就好了。不像现在这样子一直跟你们碎碎念跟你们聊天，就搞得很不好剪。不过如果这个私下叫我盖，我也不想盖，我搞不好就直接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我就开个创造，然后就打一打弄一弄就哎、欸、然后再开切回来，然后就结束了。对不对？愚公移山、嗯、观众都不会在意你怎么盖的啦，观众就是只是在意比较在意成果，好不好？对啊，就是这样，怎么盖的你全部都等下看，他反而会睡着，是不是？毕竟太麻烦了，你怎么看着看着就要睡着了？你打起精神来，你跟观众聊天好了，好不好？跟灯光太昏暗，灯光太昏暗，想睡觉了啊！我知道了，你把那个传单拿去下面洗，报我的名字，好不好？报我的名字，然后把那个床单拿去下面洗，去拿去洗衣店去送洗一下。报我的名字。洗衣店送洗很贵。洗衣店送洗本来就很贵啊，整套传单的、欸。我说自己洗嘛。你要自己洗。啊，你没洗衣机。没洗衣机还要自己洗，洗衣机买一个洗衣机更贵，不是吗？不要。为什么？这样永远都不能躺在床上了。那就不要躺。啊。我有时候都想趴在床上滑个手机耶、欸、不行，你怎么可以剥夺我这种人生乐趣？不可以，我好委屈、嗯、偌大的城堡只有自己住，盖好之后可以隔间卖给你们，好不好？偌大的城堡共购住宅，有有有，以后还可以盖那个下面盖那个矿车捷运共购，好不好？捷运共购宅，就直接捷运站就是你家。嗯。欸，台湾好像没有这种大楼，对不对？就是捷运站，你就住在捷运站的上面，好像没有这种大楼，对不对？其实外国其实这种大楼还蛮多的、欸，日本啊、中国好像都有、欸，哎，就是捷运就盖在捷运是盖在大楼里面，嗯，然后那个大楼上面可能是办公，可能是住宅区，很帅、欸。我们好像大部分都是购物商场嘛，对啊，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有这么多人要购物哦。其实我觉得高一点，那个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捷运跟房子盖在同一个，那晚上不就很吵？你要睡觉的时候，捷运还在那边开，很吵。其实你如果住高一点的话，其实还好吧，或是捷运站在地下室，其实应该不会吵到多吵吧。像你住。像我们现在是在几楼？七楼。嗯。你听得到一楼在干嘛吗？不太听得。听得到呼呼的风声。对啊，听不太可能会听到一楼在那边搬桌椅，你不会听得到吧？一楼在讲你的坏话，你也听不到啊，是不是？所以好像可以耶、欸。你想睡觉就睡觉哦。你竟然想睡觉啊！你那个爽整天回来睡觉，爽整天。嗯，来，那个先，不然你先评断一下我盖的怎么样？就一般般呢、啊。就一般般哇，那边好听一点的话吗？嗯，我嘴巴从来没有讲过好听。这里，就没有什么啊。好像都没有什么，就是都没有在扩建呢。不是啊，这边感觉就是一个城门啊，啊上面应该要一个什么什么古堡吧，类似圆圆的那种古堡，有没有？才会比较帅啊、嗯。对，对不起，我现在还在做一些
做一些很基础的设施啊，很基础哎、欸，你那个可能要等下两次你来直播的时候才会有、喔。下次我来帮你收集。好，下一次你来帮我收集。门口我已经花很多时间了，下一次有机会吧。哎、欸，秋嫂去休息了，他来批评完就走了，念完就走了。实在过太爽了，而且你知不知道这些树叶其实真的很麻烦，你要一页一页把它打下来、欸，它不是正常的树叶，不是说没有木头就会消失的，都不会消失，觉得很烦，都要我自己去打，一草一木这样子爬来、欸，我光清除这个叶子就头很痛。头很痛，而且我应该去挖一个铁，对不对？不然光那个光东西用一下就没了。每一次都觉得啊，我才用两下，怎么东西就又消失了，就又爆掉了，杆子又爆掉了，觉得很不耐用。树叶可以用烧的，是可以啦。可是你烧了，你剩下一两个，你还是要上去打啊，因为这种造型感觉就不会烧得很全部烧掉，就是会天空中就会留一两个，然后你又要垫这么长的泥土上去，都要垫，早垫晚垫都要垫，那还不如就先垫。我的想法是这样啦，所以才一直都是用自己垫上去手去打，没有用烧的，因为烧的一定会。我觉得一定烧得不干净，以他们这种模式来说，应该不会烧得很干净，真是麻烦哦。现在，哎、欸，掉一颗苹果，现在的进度就大概就是这样了，进度缓慢，先连接到那边去好了，进度缓慢，缓慢推进中啊。慢慢来嘛，也只能这样啦、啊。有些事情急不得嘛，就是盖房子也是这样啊。如果你很急的把一个房子盖好，你就会担心它的结构不稳啊，是不是豆腐渣啊，对不对？那秋风是有良心的建商，不允许我盖出豆腐渣工程的。啊，我是有良心的建商哎、欸。全部都补起来。那个什么基岩版又升级咯，基岩版现在是 1.7 版本咯，它好像也没有更新什么重要的东西，竟然就更新一个版本欸，超好笑的。那个光那个什么水世界改版到现在好像就更新三四个版本了吧，就好像从1.3 更新到 1.7 是不是，我觉得很夸张欸，那个一点都不是，这种小改版不是应该在后面再取一个小名字吗，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直接取一个大标了，也没更新什么啊，我看到最多更新的就是那个就是商城了。看到最多更新的就叫商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哇，你们讲话好酸哦，都暗喻好多东西哦。我不要跟你们讨论这个，那个，因为普悠玛失事嘛，对不对？昨天，所以已经暂停所有选举活动，所以我们也不应该再讨论选举嘛。是不是？我们应该要为那个我祈福一下。我知道，因为普悠玛失事哦，很多人会发挥爱心去捐血啊。其实养成定期捐血的习惯，你也不需要特别在这个时候去捐血，你就固定定时定量嘛。对啊，不过现在确实是比较急需一点啊。那也去捐，我也觉得很好。像我每次去捐血的时候，那个
因为每次量的时候，他就说我低血压，可恶。所以我秋风没有捐过血，每次去量就说我低血压不能捐，什么鬼啊？血压过低不能捐血。啊，是不是要捐追加霸版？什么意思？啊，哦，这只是小马哎、欸，哎、欸，这里有生物生成是不是？自己生成？嗯，好像是哎、欸。嗯，补一下，补一下，再补一点。高血压呢？高血压是你的血管失去弹性才会高血压吧？低血压就是你的那个有点贫血的状态，所以才低血压。那他们常常都说我就是有稍微贫血，搞得我有妇女病一样。我也觉得怎么会这样？每次去健康检查的时候都，前几次是这样啊，毕竟我也很久没健康检查了。就说我有什么稍微有点低血压，有点贫血的症状，偶尔就是什么妇女病，我就有跟人家讲说，哎，我忽然什么抬把头，就是蹲在地上啊，蹲在就是那边蹲久了，忽然站起来的时候头会晕啊，那个他们就说，哦，那就是贫血啊。我跟别人讲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大部分的女生有跟我同样的情况，说那就是贫血，特别是那个来的时候会有同样的情况。我比较容易疲倦吗？好像有哎、欸，就是我睡也睡得比较久一点。我通常一天最少我睡有时候睡八小时，有时候还会觉得有点困困的。对啊，就是刚起床的时候会觉得哦没睡饱。大概都是睡最少都要一定要睡八小时啊！你说睡六小时、睡五小时那种，一定是睡不饱的啦。保证觉得困，而且今天哦，今天十点多，家里隔壁就在拱拱拱了，就在钻了。按我们做就是做实况的。你看，我们十点收播，收播完再录个影片，再剪个片，那个两点、三点睡是很正常的事情。甚至很多我知道很多实况组都是什么五六点才睡觉的，然后睡到下午三四点，那个两三点，差不多都是这种生活作息啊，蛮正常的。然后十点多，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十点已经很晚了、欸。可是对我们来说，十点真的是超级早啊！真的很想，真的他在钻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去飙脏话，你知不知道？就哥，哦，受不了，吵的要死，哥，就没有办法了，就今天就没睡饱，睡不饱，对啊。通常你有低血压的状况，其实是不建议去捐血了。所以你那个来的时候，不可能女生那个来还跑去捐血嘛，对不对？这都是很正常的。我的泥土，我在想说要不要直接挖这边的，挖走就算了。哎，我们现在都眼不见为净哎，有没有？就补完之后，下面就不管了。这边补起来之后就哦，当作没看见，有没有？反正在地底下了，就没看见。没看见也不错，哎，感谢感谢感谢。我还是要多挖掉一些东西啊，它旁边其实有很多很多要处理掉的泥，那个土块。我觉得处理完这个是最麻烦的、欸。我可以花一两集。光挖完这个就不晓得要挖多久了，就光处理这些土块，你看这土块，每一颗都很大颗哎、欸，就这样崩落下来的土块，哇，挖完都不知道多少了。不要再每天下完雨就五千个洞好不好？啊，不是每个地方都是什么高雄之类的。
哪有这么多洞啊？我们现在的进度我也觉得蛮不错的啊，很快了，好不好？下面被掏空，安啦吼，麦块的雨从来也不会冲刷掉任何东西，大家不用紧张，也不用在意。我多挖一点泥土出来，为什么不多做一点东西在身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身上的空间很低啊，可能挖一挖之后东西就吸不起来了，所以才没有一直放很多东西在身上。挖到最后还是要打这个切换工具。坐着坐着就饿了。好了好了，挖了挖挖挖，等一下把那个里面补一补。一个人生存本来就是会进度比较缓慢，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跟观众聊聊天啦。对啊，你们就可以跟秋风聊聊天，以免有人有借口说秋风不亲近人，有没有？对不对？以免有人说啊，秋风都不跟观众聊天的，都不亲近人。现在就是会选这个系列也是。想说玩麦块，你们一直说喜欢看秋风挖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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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这个有既挖既有在挖，又有在铲，还有什么还可以跟观众聊天，想说这个系列一定很棒，一定大家都喜欢，对不对？是不是？结果殊不知是我错了，对不起，大家喜欢打打杀杀。大家喜欢看 UHC 就知道了，大家喜欢打打杀杀。对不对？你们就是喜欢打打杀杀嘛，台湾人嘛，我懂，我懂，我也是台湾人，我懂。你们的心理我怎么会不懂？打打杀杀嘛，打得好，好好好，杀杀杀。所以如果我去。我还是觉得那个之后那个礼拜二就是要跟找剩下的两个时间要跟观众同乐啦，那其他时间没有也就算了。喜欢看我呛李泰，李泰是什么咖啦？凭什么要我呛他？私下呛呛就算了，在节目上有什么好呛的？什么咖、啊？太好笑了。好啦好啦，那个跟观众聊天啦，我觉得跟观众聊天算是很好打发时间的必备良药。毕竟盖建筑物本身就是比较沉闷的事情。这我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个建筑影片要做得好看，其实是很辛苦的，对不对？哎呀，他那是谁？对啊，谁啊？什么咖啊？什么咖啊？哇，哎，这个累哦。先从最上面打下来好了，哇，要处理掉藤蔓，哎呦哎呦，一节一节打掉啊！哎，不好处理，建筑师好辛苦，你看我这个树都弄掉了，这个树叶还不会消失，烂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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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在下面，那就算了。先把上面的弄掉，没死啊！烂东西，烂东西！你看，我要不时的叫一下，不然你们看秋风盖建筑物，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要不时的叫一下，唤醒你们。
不然你们都睡着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这样不对，不可以这样，我要不时的尖叫唤醒你们的注意。为什么不用剪刀？因为剪刀要铁啊，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我回答你吗？我们玩到现在，你有看到秋风在挖矿吗？没有嘛，秋风身上哪来的铁？一开始可能挖了一两个就没再挖了，因为要铁啊。秋风一直都是在努力的工作，没有时间做这些我细沙的东西嘛，所以当然没有铁啊，没有铁当然不会看到秋风用剪刀在剪树叶，对不对？这样解释大家满意吗？因为秋风百分之百都在建设啊，所有的时间都拿来建设了，太努力了，连铁都没有。阿秀，把这些树叶都打掉，一步一步清除。他有一个，想要我们做的事情也是清除掉这些植物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慢慢打，慢慢打，早晚一天，早晚有一天会清除的。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应该有清除的蛮多了，对不对？哎呦，等一下把这个打掉之后就可以慢慢补过去，这上面就结束了。而且打树叶你用剪的会有那个啊树叶方块，其实包包已经很满了，不太想拿这些树叶方块了，就直接处理掉就好了。但你会也有人说用烧的之类的，可是我觉得烧的烧的会剩一点一些东西啊，也到最后也是要自己去处理，也是会留下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个还是最稳妥的，虽然感觉很笨很慢，可是却是最稳当的方法，对不对？一步一脚印，帮你多少打一点好了，即便在下面的也打掉。你们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进度缓慢了吧？现在终于知道了吧？进度不缓慢行吗？这个怎么可能进度不缓慢？一步一步都要打掉再弄，打掉再弄，一步一步慢慢弄上来的。我的铁大概做了一个铁剑，然后铁套装，然后一开始好像还有用铁镐。可是之后就都被用完了，就都没了。之后可能还要再去挖矿吧，照你们这种模式可能要挖矿要附魔效率才会高嘛，对不对？有高效率才会做得快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很多人都在讲这个嘛。那个现在的方法真的比较原始一点，都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花更多时间再跟观众聊聊。哇，我现在又没泥土了，泥土好快就用完了。哦，那个城堡还没有建设，泥土都不知道用几轮了，好快哦。哇，这个太讨人厌了啦，不是我在说啊，这个好讨人厌哦。上去把它打掉，等一下要挖一点泥土才能打掉。泥土铲子，哪边有泥土？你看我都在外面这样四处挖，这个也是，这个快挖完了，这个不错，努力果算总算有一些成果。对啊，我觉得照很多人的讲法，你就要花什么花几个工作天，就是几个直播日，好不好？所以如果一个直播算两小时嘛，一个直播日算两小时，所以我们这是第四日了，公投日记第四篇第四日第四天，
有点像第四天的感觉，有没有？公投日记第四集，一次两小时的公投日记，那你就可以知道秋风可能要花考不好两个还三个工作天，然后把那个把矿物挖一挖，铁收集，然后把那个附魔弄一弄，这样才可以到达那个你想要的东西，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不过那个三四天下去实在太久了，对不对？真的三四天有必要花这个时间吗？我在思考好不好？你们觉得有必要吗？有必要花时间在挖矿，要再收集钻石，然后去附魔之类的吗？有吗？四个工作天呢，可能要花三个工作天。就算打中介龙再怎么快，大概十小时应该跑不掉吧。在生存模式下，要打中介龙，一定要找到中介龙啊。对啊，我觉得十个小时应该是跑不掉的。那这样跟普通生存有什么差别？我们是城堡建筑师哎、欸，东西吸不起来了。种子，青绿色陶瓦，我把这个分解好了，为了要吸起来，把东西都吸起来。好好好，走人走人，吸完走人。就是去打一打中介龙啊，拿一个剑符棒回来啊，让你的背包空间比较多啊。有些人说不定会有这种想法啊，或是你去附魔啊，附更高级一点的魔啊，你就可以做事会比较轻松啊，比较快速啊之类的。很多人说不定有这些想法哎、欸，就是我刚才讲的上述这些有的没的想法。把那个城堡的怪物打爆，打城堡的怪物有多简单啊，我们上一集已经打了差不多了，已经就差不多快要爆光光了。第一集就打了差不多了，第一集就把那个飞贼窝、那个什么地牢都探完了，剩下只剩蜘蛛了，蜘蛛网而已。这应该也是很快就处理完了。对啊，有些人就想说要附魔，对不对？就是会有这种声音呢、啊，就觉得秋风你要附魔，你这样子效率太慢了。有必要去处理吗？而且我觉得我的想法是说，先把外墙弄完再说就好了。外墙弄完好像很久哎、欸。看，我已经把很多泥土都搬进里面来了，而且把很多东西都打掉，感觉有在做事哦，做很多事哦，做非常多事。有蜘蛛声，嗯，大怪花一小时附魔，不可能。你附魔不是拿到附魔台就好了、欸？你一小时当然可有机会做出附魔台，可是，甘蔗嘞，你附魔不可能附一些那个零零散散的魔吧？附那种只有效率一的魔，或是没有必要附的魔，就是太低等的也没有必要附啊。如果你要附高级一点的，你要去拿书柜，要去种书柜，要种甘蔗等。好像都需要很多时间呢、欸。对不对？什么有评论说作者要求作者接续什么新地图，有别的作者接续，关我什么事情啊？我都完结了。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暮光森林已经完结了。为什么会完结？就是当初我也想等暮光森林最后的城堡有 BOSS 我再去打，因为我早就知道他还没做完嘛，我就一直等等等等等等等，那一直等就一直被骂，一直等就一直被骂，那我最后就想说好了，他应该不会再更新了，对，就是原作者不更新了嘛，所以我就好就把他直播完了。那直播完了之后过了一些日子就已经结束了，都完结了，然后又跑出来跟我说，哎、欸，那个其他人接着继续做，还有后续的故事。我一句话管我屁事啊，是不是？那其他人接续做的，我玩的暮光森林已经完结啦、啊。那有接下来的故事，那关我屁事啊！就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我的暮光森林完结啦、啊，对不对？我讲的就是这么明白啦，原谅秋风就是这么直啊，好不好？原谅秋风就这么直。嗯，有时候你们可能会觉得说啊，秋风你好凶哦，对不起啊，秋风只是讲话比较直而已，没有很凶啊。原谅秋风就是这么直啊。秋风的暮光森林就完结了没？虽然不是很完美的结局，或是很大家满意的结局，可是至少是一个结局了嘛，是不是？对不对？我明白的就跟大家讲，虽然不是大家能接受的结局，可是至少也是一个完结嘛。嗯，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完结啦，就是还可以交代的过去，虽然不是完美，但可以接受啊，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种出现这种结局的选择，也是因为原本的暮光森林的作者不继续做了嘛。对啊，然后大家又要看结局，那我就只好走到那里啊，因为你说再接续下去，我已经走到那边，地图已经读过了。其实大家不知道，那个暮光森林是用两张地图拼接而成的。我这边直接跟你们讲拍摄的内幕好不好？暮光森林是用两张地图拼接而成的。大家还记得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在冰雪附近？其实那时候因为读到冰雪女王了，然后冰雪女王产生 bug。我没有办法，我就是去原本的地方找冰雪女王，没有办法找到冰雪女王，就是原本那一张地图不会出现冰雪女王，因为那时候冰雪女王还没有更新出来，然后我一进去暮光森林又在冰雪附近，所以那个地图已经被读到，所以那个冰雪女王出现 bug 它不会出现，那我只好再重开一张地图，就是用比较新的版本，新版的暮光森林，再重开一张地图，再重读地图之后，才让你们看起来好像是在同一个地图玩，然后有遇到冰雪女王。这个其实秋风都已经克服掉了。对，你现在又说，秋风他现在更新了，更新了之后，我要也是要再玩那个的话，我势必就是要重开一张新地图啊，就是重新再开一张新地图。那我重新再开一张新地图，我也不可能从零开始慢慢玩嘛，毕竟我前面拍了19集了，对不对？那我也只是飞到那里哦，飞到那里，然后可能装备穿一穿，然后把 BOSS 打死，结束了啊，就这样啊。那你飞到那边结束了，跟我飞到那边打。还是你们就是想要看秋风哦，把 BOSS 干掉结束了，就这样。这样我是觉得意义没有很大啦，所以才想说也没有继续，也没有必要继续拍了。对啊，会拍出这种结果，虽然不满意，但是可以接受嘛。对啊，相信大部分的观众是可以接受的啦。对啊。因为毕竟也不是我想要这样拍的嘛，啊，虽然大家都不会管，可能都是说秋风的错，有没有？我只是跟你们讲大概的情况是这样子。我好像已经挖太多没有必要的东西了，之后再来挖好了，之后再来挖。我是要想说这刚刚这里太接近了，挖掉一点，让它看起来比较舒服，这里我也打掉好了。哎，我直接补这个上去，也不用拆。对啊，
其实你们看到的那个暮光森林是两张不同地图拼接而成的啦，可是你们不容易发现嘛，对不对？因为秋风有用心在里面，所以你们不容易发现。对啊，应该没有人多少人知道秋风是两张地图拼那个用不同两张，就是录到一半有切换地图吧？应该没有多少人发现吧？那个有发现的，在秋风还没讲之前你就知道是两张地图的人 ，say 个 hello 一下啊。有吗？应该没有吧？那表示秋风用的还不错啊，对啊。这就是秋风用心在的地方。马后炮是有感觉怪怪的。马后炮，这个为什么树叶都藏在里面呢、啊？有时候觉得这很奇怪哎。有没有树叶都藏在石头里面，有够诡异的。秋风谁关心你啊，你有病哦，谁关心你啊，秋风的关心谁关心你啊，用心好不好，谁要关心秋风的关心，你有悲哦。秋风的用心啊，讲错啦。我这边有比较消，把它消后面一点。李代滚。我们不要跟有中二病人讲太多话，讲的我都有点中二病了，对不对？我们要远离中二病，从你我做起，远离中二病。我这边我好像已经没有那个了嘛，对不对？没有那个原本那个用完了，只剩这一种可以直接放的，还不错，直接放也不错。浇一桶水，哎，这样好，等一下就慢慢补过去。哇哦！我们的城墙有出来了，我看一下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看？应该有成果了。哎咻哎咻哎咻，没关系啊，我们要体谅一下中二病人啊，其实中二病是一种绝症，他没有药医了。我们要体谅他没药医了，很辛苦。没药医啊。好好好，我去下面看一下这个围墙。哎，有没有突出来了？感觉有比较气势，有比较磅礴了哈，一点点了。然后这个草长了两级，也慢慢长上来了。不枉我努力啊！那再补一下，再补一下。这一段应该可以，这一段还不错。不过泥土真的有点少哎、欸，我是不是应该去后院挖一下？直接去后院挖。哎呦，有蜘蛛的声音哦！哇，这边的怪其实也蛮多的哎、欸，而且我这样补完。我觉得底下就会生很多怪，到时候打起来又会很累。
你看我城墙上一直都有怪。所以暮光森林就讲到这好不好？已经完结了，大家也就不用再想说暮光森林还会不会再出，不会，我明白的跟大家讲，暮光森林完结了，一集都不会再出了，好不好？而且我也觉得我的暮光森林拍得很棒，也不需要再改进了。这是秋风对自己的自信，这样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吗？不能接受，我也不能说什么了，好不好？不能接受也不关我的事了，就是这样子了，也不会再拍了。接下来那个星际生存、星际模组可能还会再拍一次一集，之后可能会再找其他模组来拍。对，就是把星际模组拍完之后，可能会再找其他模组来拍，就再拍其他的。对啊，虽然不是满意的结局，但可以接受了啦。事情就不会所有事情都尽如人意嘛。很好很好，而且你们一直在跟我 argue 多年前的东西，我也很难回应你们呢。活在当下可以吗？活在当下，今天秋风也出了两部片啊，去支持一下好不好？活在当下，中国式家长多棒啊！你们都是这样出生的，考了100分，不是啊，考个80分，妈妈就会骂你说你为什么只考80分？这20分为什么被分数扣掉了？你有没有认真念书？哇，我的天哪，我考80分呢，你怎么没有爸妈？你怎么没有在意我？考了80分，我对了80分呢，我有80分答对了，没有说我什么有80个题，就是假设100题写对80题，没有人，家长不会在乎说你为什么写对那80题，家长一定是在乎你为什么错这20题。哇，好可怜哦。没关系，我们的家长都一样，家长不会在乎你为什么对了这80题，只会在乎你为什么错了这20题。这就是中国式家长的看分数的状态，和那个欧美式家长不一样。欧美式家长就是会反正啊，他们的分数也不是打0到100分的，他们是打那个 ABCD， 还是有差别的啦。考100分就想说我已经及格了，进步这么多，妈妈应该要称赞我一下，结果还被妈妈骂，100个委屈，委屈在肚里说不出，有没有？只能说对不起妈妈，我错了。他其实那个游戏，光就游戏来讲的话，就算是小品佳作啦，我觉得就是如果以寓意啊，就是以里面的意涵来讲的话，我觉得反而是它背后的意义更深啊。以秋风来讲的话，就是它背后的意涵，就这个游戏背后的意涵，我觉得更深啊。而且玩一 round 其实不用很久的时间。玩一 round 大概多久？大概三小时应该可以玩完一 round 吧。就慢慢玩的话，三小时应该就一 round 了。搞不好直播一次两小时就玩完了。那个不要看台词，按快一点的话，两小时有机会玩完呢。了不起两个半小时就一 round， 其实是算蛮快的啦，蛮适合直播的，直播来玩。不过要玩到你们所谓的最好的结局哦，就很难了。不过每个人所谓最好的结局都不太一样啊，不一定一定要考到最高学府才叫最好的结局啊。不过我相信
你玩这个游戏之后，就会慢慢变得就觉得一定要玩到最好的结局才叫做，就是考到最好的大学才叫做 happy ending。你们，我觉得这个也是设计群很故意的地方哎、欸，他们就是故意让设计的让你就是想要考到越。你就会不知不觉就会掉入，我觉得有点像是设剧情的陷阱，然后你就会想要让孩子，就是你操作的角色想要考到最好的大学嘛，你玩游戏的人一定都这样子啊，不知不觉你就变得很像中国式的家长，哇，就想要学自己的小孩考到最好的大学。其实一定要考到最好的大学才是 happy ending 吗？不是啊，可是你就不知不觉掉入了设剧情的陷阱。他的游戏就是设计着让你觉得好像要玩到 happy ending， 就是要考到最好的大学，那才是。殊不知，你光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已经变成中国式家长了。我觉得是这个游戏最有趣的地方啊。所以我觉得我玩完第一个结局，就是玩到第一次，就是第一 round 结束之后，一定会有人就会说啊，秋风，那个什么最高学府是哪一个？秋风你还没考到，可以再玩。哇，你已经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中国式家长了，对不对？啊，你不知不觉都变成中国式家长，你玩到你把小孩抄到什么什么所有技能都点满啊，啊你也不知不觉变成中国式家长了。你说我把所有结局都玩到了，我让小孩考到最好的学校了，你已经变成中国式家长了。这个就是游戏很有趣的地方，你明知道中国式家长有一些诟病，就是我们台湾的家长，中国的家长有一些诟病的地方，可是你不知不觉就变成那个令人诟病的人哦。有没有很有趣？那个相信我，我等我出最后一集中国式家长的时候，就是第一 round 的结局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说，秋风最好的学府是什么什么的学府，你赶快去考。哇，你们也是中国式家长。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游戏最真的是做最棒的地方啊，反而不是他游戏的内容，就是这一种心态是他做的最好的地方。你在游玩途中不知不觉都成为了中国式家长，太有趣了。我把这个树砍完再去补泥土。这个游戏会决定中国式家长会决定要连载啊，也是因为那个他游玩时速比较短啊，比较快速，所以就选他来做连载了。好了，我这边把我刚才把这一棵树砍掉之后，这边会看得比较顺啊，就是这样可以一眼看过去。秋风不是没有在努力，有慢慢的，有没有？其实一开始的城门周围其实是有很多东西挡住你的，那秋风就慢慢把它拓开，让这里的视野变得更宽阔了。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秋风的用心吧。你建筑物虽然可能只有城门一个，可是你细数秋风在做的事情，就会发现其实秋风真的很认真做事了，做了很多事情了，有没有？做事，那个绵羊是掉下去了吗？本来还在上面的绵羊。这个，哇，这好多树哦，我都在想要不要留一些，可是想想好像也没有必要留，对不对？之后再重种就好了。嗯，
而且这些树叶都不是自然的树叶，都不会消失的树叶，不自然的树叶。哇，都垂到地板下。还怕它生怪有没有？至少要保持上面不生怪。哎、欸，这占地也很大哎、欸，不是说完工就能完工的。我反而现在觉得要拆又要盖的地方真的很麻烦，要拆又要盖，增加施工难度。忽然觉得。另外一边的城墙好像比这边的城墙更好盖了，因为不用拆拆盖盖，不用搞得这么辛苦这么累。你看这里，要拆又要盖，累得半死。挖掉挖掉挖掉，为了让我们的那个工程进展更顺利。啊，又没有东西哦，把东西收一收好了，收在箱子里。下面之后再整顿啊，一定是之后的事情嘛。先把上面都没有弄好，怎么还来得及管下面，对不对？事情轻重缓急，秋风还是知道的。我觉得我家真的有很多怪。就像为什么我们先弄出这个城门，因为这个很明显的就看得到嘛，看得到的东西大家就比较容易注意嘛，那些小东西尤其是挖掉的东西比较不容易被看到嘛。哦，这也是说好不谈选举的，不过还是讲一下，这也是为什么政治人物喜欢搞一大堆建设啦，因为看得到嘛，而且他们反正就是要看得到，他们才会觉得关那个什么人民才会觉得他们有在做事啊，所以要借很多钱来建设，然后盖很多东西，这都是一定的嘛。可是盖好的建设到底能不能实际帮助到人民，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嘛，因为不知道嘛，还没盖之前谁知道？说好不讲这个的，讲两句就好了，不要讲太多。说好不讲这个的。地下室要再慢慢处理啦，之后的事情吧，之后早晚都要再慢慢处理这些东西的，这些势必一定要处理的、啊。哎，我刚才只做一个。捷运盖的速度有变快吗？没有吧，一直都盖很慢啊。你知不知道台湾平均一条捷运要盖十年呢、欸？你可以想象吗？一条捷运，你会想说为什么一条捷运要盖十年？没错，一条捷运真的要盖十年。他的哦，讲这个讲很久，这个应该不算政治吧？那个，如果你听到你家旁边要盖捷运了，先不要高兴太早，因为你大概要等十年后才能做。如果你现在十岁，你大概要二十岁才能做到捷运。你想说哦，我想要搭捷运出门，对不起，要二十年后，那个十年后啦，不是二十年后，十年后才能享受到这个措施。你当北捷营运多久了？台北捷运从开始就是开始通车到现在。大概三十年吧，有三十年吗？我忘记了，大概就三十年的时间而已吧。那规划多久了？规划超久了。你会说台北很方便，很方便，很方便。他在台北市长还不是民选的时候，就开始规划台北捷运了。大家应该很难想象吧？那个应该是谁？黄大州市长是不是？好了，这是谁不重要了。反正很早就在规划了。轻轨，我觉得其实你真的去搭，你就会知道，哎，你家附近盖了一段时间嘞。你住淡水还是住那个高雄？因为我知道的轻轨目前就两条嘛，
就是高雄轻轨和淡水轻轨。其实轻轨的区域不能绕太大，像高雄的轻轨就绕得很大圈，因为轻轨不像捷运一样跑得很快。其实说有多少人去搭，我是有点怀疑啦。你们住那个高雄的人，你们跟我讲一下，轻轨很多人在搭吗？我是比较存疑一点，不过有这些大众建设还是好事一个啦。好了，不讲这个，我们要讲一些开心的东西，对不对？要讲一些开心的东西，我们不要再讲这个了，再讲下去就又要被念了。嘟噜嘣，嘟噜嘣，嘟噜嘣。哦，我们的城堡建筑师努力不懈，目前已经到宫崎的蛮后面了。哇，这棵树也可以砍掉了。哦，又要砍树，我不想了啦，这个先不处理好不好？这个先不处理了，先这样子。哎。盖成这样，这样应该蛮好的了吧？喂，连接，之后应该是要一直斜过去嘛，对不对？一直斜到，不晓得，我觉得我还是想要两边对称。土地也铺的蛮多的，我一直挖泥土，一直补。目前，哇，哎，不知不觉两小时就要过了。啊，阿秋，那个秋风努力。秋风努力的补，才补这么一小块，还算是有成果啦，有没有？至少这边看得到边界了。那个改天我应该，哇，那边还有渡鱼哦，渡鱼在那边扭，哎，射他两箭好了。哎，死了，下来打。下摔死了，下来打死了。不要在那边这么辛苦啦，我看到你在那边已经骑满五六天了，很命苦啊，我直接等你死了啦，等你个痛快，不要让你这么委屈啊，你痛苦我也痛苦，等你个痛快。对啊，又要充当园丁，先不要用那个好了，我先把这边的土地先确定一下好了，因为毕竟这边还是要补嘛，再挖一个泥土，把这边先围起来好了，先把这一块弄好，之后可能是城门外面都要把这些都要挖掉，然后补泥土进去，让它看起来更自然一点，像这些。这些应该也不算全部铲完吧，整体来说的话，这些应该都还是要挖掉吧，这应该都还是城堡的附属一些杂七杂八的烂东西，先处理掉好了，对不对？这个应该也是旁边的遗留杂物吧，你看我们做事其实做得很彻底耶、欸。在这个遗留杂物上面还有一棵树，什么鬼啊？什么鬼？我真的讲什么鬼啊？什么鸟东西啊？有没有搞错什么？真正清理起来其实还蛮累人的、欸。挖掉！啊，又爆一根了。秋风时常在想我干嘛这么累，对不对？就是想要罢工，有没有？我也想要打怪啊，有一点动感的东西，玩一点动感的游戏啊。
不要每次都在那边绞尽脑汁的创作嘛，是不是？之后可以再整啊，这些吗？我想说顺便挖一点泥土，有没有？可以挖一点泥土，确定有挖到一些泥土吗？主要还是在挖泥土啊。之后再整理，当然啊，不会一口气就全部整理掉了。你看这个，很摆明的就是多出来的东西，有没有？挖掉，挖掉。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完全铲除了一颗，剩下一些基本的东西了。基本，好了好了，铲除铲除，补一颗石头那个泥土回来给你。结果挖了这么久才挖27个泥土而已，实在太没有效率了，有没有？做事就是这样。要做的越完整，做到好，就是这么没效率。哇，做的太好就是没效率，这个效率真的很低耶、欸，效率低落。不过本来这边都挡住了嘛，没有办法在这边往上看，现在可以直接往上看了，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有那种大气磅礴，刚刚也用了这个词，有没有？很磅礴，很完善。然后走到里面，走到里面就有那个很多很多土，整个平面有没有？整个平面先，我刚才说要先把那一区补起来嘛。我就先把这一区补起来。这里，哎咻哎咻哎咻，补补补，补起来补起来。这里都补起来。哎、欸，哦，又没有了，多挖一点。我今天还是想把那一块弄好，慢慢来。这里，这里，这里，这里的泥土比较多。我把这里的泥土挖掉，补在里面的道路。你看，又既可以挖，又有那个做两件事情了。哎哎。你们真好，这么早就可以睡觉了。秋风才正要开始工作哎、欸，所以要珍惜学生时代啊。虽然我知道学生的压力也蛮大的，不过还是好好珍惜一下啦。对啊，好好珍惜一下学生时代，蛮开心的。你看十点就可以睡觉，不到十点就可以去睡觉了，好棒哦！我也很怀念这个日子，随时都可以去睡觉。想睡觉的那什么六七点那个什么九点多快就可以去睡觉，这个日子真的蛮爽的，也不用想太多，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反正爸妈会给我零用钱花，哎、欸，这样不就也够了吗？很好哦，很幸福哦。哇哇，哎、欸，这里这么残破、哦，哎、欸，之前都没注意到哎、欸，而且这个也是。多的石头哎、欸！我天哪，看来蛮多泥土可以挖的。那我的小工头房也是盖在废土上的哎、欸！我的小工头房也要挖掉的哎、欸！哇，哎、欸，那个之后在那个城堡铺完的土地上。盖一个永久宅好了，好不好？就不要盖什么小工头房了，就是永久宅，就是确定的永久宅。那这样子就要确立城堡的风格哎、欸。哇，这好，
还没有决定呢、啊，我还没有决定城堡的风格，因为城堡风格一决定下去，就要所花的材料就决定了。这样，羡慕秋风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哦，没有，那是因为我是学霸，一直强调我是学霸啊，还有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比较没有在意我的课业，因为我的课业不需要他们在意，所以我学生生活当然比较轻松一点啊。嗯，我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在念书上面，就可以把书念得很好了，所以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参加一些你喜欢的活动。嗯，像什么，就是会有一些你可能会做些额外的休闲活动，出去旅游之类的，杂七杂八都有可能。对啊，我的学生时代的生活也没有多轻松哦，是因为我认真念书，我该念书的时候念书，该玩的时候玩，对啊，有良好的自我管理。哎呀，讲这些你们可能都听不下去啊，都说啊秋风你在屁，不过这就是事实，对不起，讲得你们羡慕一下好不好？这就是事实啊，秋风你在屁，我听不下去。不好意思啊，哈，嗯，不好意思，那个我爸妈不太管我成绩的问题，因为我成绩也不需要他们来管，甚至好像我有一个导师，他觉得我没有很认真在念书，他就觉得我是可以考班上什么一二名的人，对，就是前三名的人啊，就是可以考到班上前三名的人。可是我的成绩就是有时候会到，虽然没有到前三名，也有前十名啊。他就觉得前三名前就是只考到前几名，前十名，好像觉得我不够用功。我的导师啊，就是结果他就跑去跟家长讲说，哎，那个我觉得那个秋风要再多念点书啊，就是虽然有考到，就是他好像就只找我爸来谈还是怎样，就是有跟家长联络说，那个我觉得秋风要再多念点书啊，这个成绩怎么样，然后我爸好像就直接好像也不以为然，就说我觉得我儿子的成绩已经不错了，也没有什么好盯的，类似这种话，好像跟那个导师讲了这种话，然后导师也很就觉得很无奈，管不动，很无奈。可是事实上也是如此啊，我的成绩也就没什么需要家长来管啦、啊。对啊，那个考前十名不可以吗？一定要考到前三名吗？一定要把所有精力都拿来念书吗？我是不这么觉得啦。而且因为我现在当实况主，对不对？所以我玩的很多游戏其实都是我学生时代玩的、欸、都是一些我觉得当时候我玩的很开心的经典游戏，我再拿出来给大家播给大家看，大家也看得很开心。诶，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你说玩游戏真的会没出息吗？不会啊，不过你在玩游戏之前，你要想想看你的本分有没有做好。对啊，你的本分有做好吗？你作为学生的本分，你有真的有完成吗？如果有的话，你问心无愧。那你说什么？你利用课余时间打点电动，那做一点课外活动，出去跟朋友三五好友出去玩，我觉得这都是 OK 的啊，很好啊。对对，你说什么？你们班上你排11名，前面十个全部都是女生，这就反映了台湾的社会了。那个其实女生真的比较会念书，我没有骗你们。以女生来讲，女生没有不比男生聪明，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升迁机遇来讲的话，女性的升迁几率还是比男性要来的低啊。大家传统观念还是说什么女生要什么相夫教子之类的，就在家里面
男生可以，男生不可以没有工作，女生可以在家里带小孩，可是男生不太行。你在家里带小孩，搞不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男生没录用。可是女生在家里就是没有工作，在家里带小孩，他们会觉得哎、欸、很 OK 啊，嗯，这个女生什么很顾家，很棒，很好。这都是一些传统观念啦，真的，这就是文化，我也没有办法说些什么。对啊，其实你认真去看的话，很多第一名的几乎都是女生，因为女生真的很，我怎么讲，很细心，很用心。她毛起来念书，绝对比那些男生更会念书的啦。因为我后来念的就是比较属于理科的那个组，就是高中的时候念理工组，我班上的女生少可怜，所以前几名也不会是女生啊。应该说会到我那个班的女生也比较不是那种认真念书类型的，就比较偏爱玩类型的。哦，所以感觉还蛮有趣的，就是。女生，可是我考到大学之后，哦，班上前面几名的也几乎都是女的，跟我同班的那个啊，就一开始，大一的时候，我们全班第一名的女的，转学考就 biu 就转学考就不见了，就跑到其他国立学校去了，就很前面的学校去了，好像没记错，好像是去考到成大了。对啊，很厉害啊！女生其实真的很会念书欸。其实会不会念书跟性别没有关系啊，还是跟个人比较有关系啊。我是觉得是这样啦。你会不会念书？或是你是男的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啦，都是你个人的关系。而且你真的不会念书，其实跟你爸妈比较有关系啊。我没有讲得很明白啊，你爸把你生的就是不太会念书，老师怎么教你就是听不太懂老师在讲什么，那能说什么啊？你的天分就不是在念书嘛，就直接讲得这么明白嘛，对不对？当然有另外一种是，你不认真念书啊，这就另当别论了。你很认真还念不好的话，那就是你爸妈把你生的就是不适合念书嘛。可是你如果是会念书，就是有那个头脑念书，可是不认真的就另当别论啦。不过我觉得大部分的小孩是属于不认真念书的型啦，所以不要跟我抱怨什么，你就没有好好在念书嘛，对不对？说老实话，可以给我一把枪重来吗？不用啊，不会念书又怎么样？不会念书不代表人生没救啦，干嘛重来？对不对？不要把念书看得这么严重啦。啊，念书只是众多记忆中的其中一个而已，就是会念书只是众多记忆中的一个。我们常常在讲，好像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你班上最会念书的那几个人，绝对不是以后班上赚最多钱的人啊。你们应该有听过这类似的话吧？就是你班上考第一名、第二名的那个同学，应该是九成不会是你们班上赚最多钱的人啊。为什么？表示念书跟赚钱没有正相关呢？是不是？所以干嘛人生要念不好？为什么要重来？不用啦，不用紧张，好不好？念书只不过是其中一种技巧而已。你们也常常听到多少念到博士的人，
那个动不动就在那边杀人放火啊，对不对？念到博士嘞，念到博士不会念书吗？会啊，很会啦，还不是在那边杀人放火？所以不用太在意啊，念书不是人生的全部。你们读书也只不过读到了不起，念完大学读到24岁嘛。你往后还有多少个24岁？那个只是人生的四分之一或是三分之一而已啦，不用太在意。后面还有很多人生，那个书念不好一点都没有关系的。是这么安慰你们呢、啊？不过真的有没有关系？你们到时候还是会发现到底有没有关系啊？应该说念书可以让你取得一些相对较于稳定的工作啦。你念书念得好，你可以做什么工作？就做一些老师、医生、教授、大学教授、研究员，比较相对稳定的工作啦。很会考试的人就考公务员、考律师、法师、会计师，类似这种啦，就是比较会念书的，大概就可以拿到一些相对稳定的工作啦。你说会不会赚大钱啊？不一定啦，就是这样，相对稳定而已啦。所以也不要说念书没录用，秋风不是在跟你们讲说念书没录用，念书很有用，好不好？只不过不会念书也不要太沮丧，因为那只是这种人生的一部分啊，不是全部。认生不是人生的全部啊，不是认生，念书不是人生的全部，所以不用太紧张。跟你们讲一讲大道理，然后观众就变少了。哈哈哈哈哈！跟你讲讲大道理念，然后那个观众就变少了，太好笑了。很好，很好。我想想，我要盖到这么外面来吗？要这么斜吗？斜这么多格吗？还是要以那边为基准，对不对？哎呦，哇，这边有一个那个、欸，有一个堡垒的感觉、欸，所以延伸到这边要有堡垒。哇哦，等一下哦、喔，这里有几格了？凸出来的一格、两格、三格、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十三，好了，十三格好不好？都把它补好。这里来点，它十三格，来放在这里，第十三格。哦哦。再算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对，往外走十三格。这里吗？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这里，所以要往旁边走。往旁边走了嘛，对不对？这样对吧？这一颗按放错了，之后再说了。第十三格往旁边走，还是十三格往旁边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哦，第十三格就要往旁边走了，所以我这一格要往这边走。哎哎。又要先做一只十字稿，嗯，今天还算有点进度吧，每天都一点点，一年下来就可以累积很多了。
哎，你们有没有在求学期间有那个读书的偏方？啊，读书偏方，我相信有很多吧。就是说什么，过年的时候啊，大年初一要在佛堂前面念书，念给祖先看，祖先就会保佑你。类似这种，你们有类似的偏方吗？或是什么什么把什么用手啊把那个计算公式啊，或是一些难记的字啊写在头脑上，就是用手指头写在头脑上就容比较容易记住，这种偏方有吗？怎么样，讲一讲这些偏方还蛮有趣的欸。我记得偏方哦，有些还会手在写在手掌心上啦，就是默背的时候英文单字写在手掌心上，用手写在手掌心上，然后就比较容易记住，有没有？读书记忆小偏方。不过我觉得最扯的就是在大年初一在神明厅念书啊，这件事超扯的。那个我没有随便乱讲哦，是我妈叫我这么做的。我妈大年初一的时候就拿了一本课本，叫我在那边念书。我想说，妈，你有事吗？妈，你有什么事吗？今天大年初一耶，你还把课本带着？我的课本，我都不知道我下学期要上什么。你带着我的课本，偏方有没有？这个超好笑欸，大年初一叫我在佛堂前面，就在祖先面前念书，有没有？祖先面前，因为我们老家的祖先前面有一个桌子啊，不是那种，就是也不算是面对佛堂，就是在靠墙有一张桌子，就叫我坐在那边念书。他说念个半小时也好，这样。我想说，妈，你有事吗？过年大家都在，整个家底都在打麻将。都在玩扑克牌，都在玩大富翁，玩桌游，你叫我坐在这边念书。太好笑了嘛。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变成学霸。应该没有关系吧。应该没有关系哦。好好好，这边成功了。所以确立哦，这边，好好，我来看一下啊，这样子整个围起来应该会蛮壮观的，对不对？现在几分了？哎呦哎呦，已经18分了，又超时工作了，还没有拿到加班费。哇，因为是自己的城堡，所以没有加班费，有没有？都是你自己要盖的，没有加班费啊，没有加班费，加班费嘞？哎，这太远了，没有加班费真可怜，没有加班费我们也要盖啊，这就是我们的命了。好了，忽然发现加班了。去求什么？去文昌帝君求那个，或是去拜孔庙，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吧？像什么考试联考啊，联考的时候，哦，拜托那个孔庙、文昌帝君，多少准考证放在前面啊，大家都很信，好不好？宁可信其有，拜一拜，感觉就会考得比较好。联考、指考，有没有那些？大学准考证超多的吧。好啦，今天有还是有一些进展、不错不错，我觉得今天又小有进展了，可以的。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今天主要的进展就是确定了，又围墙又改了一下，有没有？围墙又改了一下，那确定了那个模式之后，然后土地也围的比较大了，感觉比较好。先这样子了，我们下次下礼拜继续努力，谢谢大家了。记得那个支持秋风，那个请投5号，不是啊，这我在讲什么？
请每个礼拜一来看那个 NONO Life 有直播，每个礼拜一那个会玩麦块城堡建筑师，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哦，那个跟大家讲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咯，谢谢大家，下次再会，拜拜。